金小刀顾盘，郝珠强调不分家。原本国民党北二都选情看好，两名候选人相互拉台，但郝龙斌深陷花风暴，国民党内部开始担心他会带衰朱立伦，让选情变双杀。这股忧虑气氛，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感受到，昨天取消预定行程，改率党务一级主管开记者会，强调全党团结挺好。大家一起啊，这个团结努力啊，那对于过去所犯的错，要特别的警惕在心啊。我们倒不因为是花博的问题，好像刻意要去检验某个候选人在重大政治上所做的一些决策，所有的选民呢、啊、都能够充分的了解，然后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。金溥聪并祭出主席牌，说总统马英九将以前市长身份全力拉台郝龙斌选情。郝龙斌最近因深深高架桥弊案和花博争议被定得满头包，昨天对自己的市长选情仍表现得信心满满。我想委屈是没有，我就是全力争取胜选。被传出可能被郝龙斌带衰的朱立伦也情意相挺。我再一次强调啊，台北市、新北市的合作绝对要继续。那我对郝市长100%有信心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